口袋的部分、手袖的部分，还有背后的延伸，都是用这种比较微复古挺料的牛仔，不会到超厚，但是绝对不是超薄，口袋也是真的口袋。那长度大小，妞人身高161公分，所以小资也可以穿这样的膝袜，高个儿穿也非常的得体，有一点点小磅数，但是没有到热，因为它也是做单层的滑料内里，给大家夹口有空间。这个一样 S 号、M 号、L 号可以穿，有微微的垫肩，非常非常的小，半个垫肩而已，不会到超厚，所以你真的很不喜欢，你可以拆掉，但是我不建议。我觉得就是要好看，正面的膝袜呢也是很好看，它是那种比较有厚度一点点的秋冬款的膝袜的材质哦。然后扣子的话也是帮大家做这种琥珀扣，非常的有质感。整件我觉得版型算是比较宽松一点点，然后直顺身，很修饰身形。